According to a report from China's state media Xinhua News Agency, on May 1st, around 2:10 a.m. local time, a highway collapse occurred near the Chaoyang exit on the Meilong Expressway in Guangdong, heading towards Fujian. As of 5:30 a.m. on May 2nd, 23 vehicles were found trapped, resulting in 36 deaths and 30 injuries. The section of the highway where the accident occurred was built less than 10 years ago. Why did such a serious accident happen? Mr. Miles Guo provided the answer in his live broadcasts as early as 2019. 就你老家给你修条路，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是你必须给的。那你这百分之十、二十拿走了，它哪有利润呢？它只有节流你的钢筋和克扣这些工人的这个薪水。中国的大跃进建设的本质绝对不是为了国家富强，全部都是为了腐败一个目的——国家腐败，不积腐败，层层腐败。共产党的内部有句话：你要想富，一定要帮别人去修路。 所以这叫桥那些路，动机是腐败。我看过一个世界银行的这个调查报告，说中国在很多地方修的路，啊，达到40%-50%是危险级的路，达到60%完全没有使用价值。大家去看一看，新疆最需要路的地方没路，凡是新疆这个汉人的所谓的军队去的地方，专门制造汉江矛盾的地方，全都是高速路。 大家你看到那个荒不荒唐？这是本质。所以共产党这个魔鬼不是大家能想象那么简单的。那大桥塌了，谁追究谁呀？有的老不要脸都死了，而且所谓的私生子女拿着大把财富，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开着林博基尼，开着法拉利，高速路的塌还多着呢，楼塌、桥崩，共产党就过去了30年，把中国的江山毁于一旦。 修的废路、架桥、盖的危险的楼，将中国将置于一个无处不在的危机之中。所以，共产党才明白，我得让我的子孙、私生子女全移到美国去。